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或者是现在，大家都喜欢去某个地方打一下撞球。喜翔曾经说过，在他那个年代打撞球会被抓，现在打撞球啊，变成台湾之光嘞。哎，今天我们看到张教练，你好，张姐好。哎，很多人很迷恋撞球，因为在撞球里面可以，也不是说小赌一下，可是可以，这是一个技巧，对不对？技术。那有一号球、二号球、三号球，听说。我这一问就是外行话，听说打到九号球就赢了吗？对，啊，这个就是坊间大家都常说的九号球，9号球就是九号球进了就赢了。这个意思，也就是说，我们那个球必须从最小的号码打，所以如果你打到了一号球，又得打到了，把九号球又打进去了，他就赢了。对，这九捷径 kiss 球也就算赢了。有这种几率吗？有，但不多，不多。对，嗯，教练，你也把打一球给我们看看。好，那现在这就是看到的，就是九号球的正确的排球方式。它一号球在最前面，然后九号球包在中间，其他球是不规则的摆式。嗯，好，那个是，这叫什么球？这叫白球，也叫母球。母球，对，好的。所以那其他母球以外的球叫子球，也叫目标球。对，大家一定很奇怪，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个哈？你看这个杆子，哎，这个男人跟女人拿的一样吗？一样。他快比我高哎。一样吗？对，一样。哦，有我这么矮的打撞球？有世界冠军啊，在前年有一位世界冠军是大陆的一位女生，她个子还比小燕姐还矮，世界冠军。所以终于找到一个球跟身高没有关系的，呜！这个如果没有一个球下去，就该我打了，对不对？该你打。打撞球的，而且也应该说是今年电影界最受瞩目的新人，而且也是最受瞩目的大叔。为什么呢？他是谁呢？你都认识他，但是我说出来的名字你可能不知道，他叫做温尚义。为什么大家都到这里？就为了温尚义哦，这是你的处女作。是这是我算第一次真的跟电影有关系的，就是好好的演了一部戏这样子。好好的，而且演的是一个球王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。你是他的侄女，对，我是他侄女，你是他的对手，是，对。你也是个球王。开玩笑，现代哎，现任球王，现任球王，而且这球王非常有钱。所以呢，他要买掉人家的球，而且呢，找少怀去讨债。哇，你这次变坏人了，你再过来，你是坏人。就我吃饭。他们是一家的，对不对？他，我看了片段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不能说五月天埋没了你，但是你真的很会演戏耶。谢谢小燕姐。但是这个撞球都是你自己打的吗？对，在电影里面的，对，都是我自己打的。听说你练了很久啊？好。但是我好久没打。为什么就像唱歌一样就会说啊？我今天喉咙感冒了，来，母球在那里，你来打。对。好，慢一点啊，让我们导播拍到你哈。哇！那要继续，这样子就要继续打下去，对不对？哦，他真的有练呢。听说他在拍
拍这部戏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练，早上练，下午练，晚上练，到美国也练，到哪里都练，对不对？因为怕演技不好，但至少球技好，至少先稳住一块，先稳住一块。好，来打二号球。哎，王世贤，你会打吗？我不会，这现任球王。二号球，等等。王世贤来，哇哇，这种吊球叫我打？什么叫吊球？你有没有动可以打？等一下，王世贤说他曾经是很厉害的足球，他是台北体育学院的前身嘛，对不对？足球队的，所以对球类他真的是很厉害，撞球也好，现在，而且他说他这次跟怪兽演戏，突然他的女儿说他跟怪兽有相同的脸，我来看一下。有一次他们五月天去金曲奖颁奖，然后我在家里坐，然后突然我女儿就大叫说：“爸，你怎么出现在电视里面？”我觉得你太开心了，因为你女儿太喜欢五月天，是不是？她是想说，哎啊，你跟她有点像，对不对？但你们两个其实都有点像，对，周星驰。我觉得你弄脏了，好像周星驰。哦，对啊，其实蛮是不是？蛮多人这样说的。真的，对，尤其在那里刷牙那个，好像周星驰哦。听得蛮开心的。啊，听得蛮开心。对啊，被这样说，因为周星驰毕竟大家都很喜欢。对对对啊。嗯，但都没有说他帅就对了。来，该你打啦。这个怎么打？听说这个戏里面，佩嘉也会打，邵怀也会打，对不对？都要练，对不对？好，一个我都不会放过的。哎呦，还吊球！吊球，好，来，还没吊到。佩嘉，哎，这个太吊了吧？哎，佩嘉，舞蹈系毕业，从小练舞，还参加过云门，对不对？嗯。这个不行啦，你有练过吗？你有练吗？你会把球打到我脸上？这个没有办法吧？这有办法吗？教练要不要指导一下啊？几乎不太可能。几乎不太可能。好，来，换小孩。我觉得导演在这个时候就看到二号球都打不下去。来，邵怀。邵怀是什么时候开始练球的？没有，就高中的时候有去一起打过球这样。没有，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上课，所以都在打球。对对对。好，看得出来。哦。小姐，我觉得这可能要录很久。把九个球打到。进九个球就要录很久，可能要分九个礼拜播。没关系哦，我们可以一边看电影一边来聊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部戏好不好？那各位打到这个时候的时候，你要想到这部戏能拍成那么厉害，真的是有点辛苦。来，我们来看看逆转胜。你不需要监护人，你不要讲家庭，因为你现在未成年，所以我不要。谁呀？子女却很像，长这么大了。喂！那你注意一下个人卫生好不好？好。你们在干嘛？收房子啦，干嘛？我会想办法还钱。这是个超大的国际比赛哦，而且冠军奖金超高的。你想不是球王吗？那你教我就好。但要快，要狠，会叫我的教练。教练，快去把外面钱给收回来！谢霆锋回来了。觉得我很麻烦就抓。对，我就是废物。
对，我就是怪物，废物，废物，怪物，听成怪物。其实你们真的要练呢。对，因为很怕，就是因为在现场还是有很多技术球什么的，然后你很怕就边拍，然后大家都在等你一个人这样子。对啊，压力其实真的蛮大的。我现在也在等你啊。所以现在压力很大。王世贤挑杆惨败，荷包大失血。衣服还 OK。我赌你10块钱。真的吗？对，十块，加五块。帅帅啊！哎呀，五块。十块。他会给他。技术球什么的，然后你很怕就边拍，然后大家都在等你一个人这样子。对啊，压力其实真的蛮大的。我现在也在等你啊。所以现在压力很大。拿出你把你的，至少把我的2号球打下去吧，对不对？来吧。2号球在这里啊。好，我们来，我要打一下的。好。可是这个2号，这个2号，你们都要怪人家2号球的。2号球，教练，这个2号球。很自在嘛，这个地方好好。但是打不进。打不进吗？灌杯缸。啊？灌杯缸。我用可以。我一根毛看看好不好？好。灌看。一根毛没有。这样下一位就好打了。真的吗？下一位王世贤。因为他下一位自由球。什么叫自由球？就是犯规的时候，比如说他没有碰到二号球，对不对？犯规，那他下一位就，如果他对手就自由球。王世贤。对，这桌面上，这太简单的。这太简单吗？不简单。不简单，对不对？我可以自己摆。嗯，要不要做？这个自由球再打不进去啊。3号。要做3号吗？3号在这里。3号在这里哦。谢谢。哎呦，这个要是没有进的话，就是这样子没有进的话，会不会啊？有点丢脸了，等一下，有点紧张。你真的会打吗？哎，在戏里面你看起来好像会哦。一根毛哈。一根毛。3号球，4号在哪里？而且他可以穿这么高的高跟鞋在那里，这边嘛，对不对，熊哥？对，还是那边？那边的。这边哦。耶！耶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耶！耶！耶！什么耶？换你。其实啊，我发现这个球真的跟技术经验很有关系的。那我要帮他们说几句话。好，因为这部电影是去年杀青的，但是在去年的时候，他们真的球技不错，真的很好。你的意思说他们拍完戏就不练了？对，因为他们工作也忙，这工作很忙。这戏是去年的。哦，所以前年你在巡回演唱的时候就在拍。对。就在练这个球，前年底的时候。前年底，我想问一下，因为我记得在你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就叫9号球，是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所以是导演听了你那一首歌，那是你自己的第一首歌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是我第一首创作曲。那那时候是有关，因为我妈妈那时候生病，那其实就是比较在反省自己在追逐一个事情的时候，常常会忽略了身边的人这样子。那我觉得跟这部电影也有一个深层的一个连结这样。那这部电影可是那时候没有这部电影嘛？那个时候你只想到9号球，所以严格说起来，你的生活当中跟撞球是很有关系，你才会想到9号球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想到肉啊、狗啊，你知道，你跟你生活有关的东西啊。因为我大学时期曾经很爱打球，很爱打，因为刚好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很便宜的球桌，那你可能很花一点点钱就可以在那里混上一个下午这样子。对，那时候很喜欢打。
很喜欢打，所以这个九号球，也就是说你人生的目标，只要最后打到九号球，就算赢了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不管怎么样开始打到九号球，就算赢了。后来为什么改成逆转胜？撞球只是一个影子而已，那最重要的还是在讲关于保护一个家的一些亲情啊，然后还有一些。而且你里面好小哦，对，高中演高中生，你还真的可以演高中生呢，好像高中生，对不对？没什么，没有什么违和感，好小哦。可能国中生都可以啊，演国中生，对。那刘宇豪是你的青梅竹马，嗯。然后他想要帮我，就是处理家里面的问题。你就是一个讨债。你有演过这么凶的角色吗？没有。啊，真的？对。他没有演过，哎，他都是演阴森的角色。哦。是阴柔。对对对对对。阴森，话不多，就是脸上没有表情的表情。我总是以为他以前都演坏人，真的真的，演好好，他演，你说坏人演得好好是不是？是啊，咬个槟榔那种，你有咬槟榔吗？我没有，我看错了，可是后面的，就是那种德性，对不对？德性，他不是哎，他其实他是在家里是个好爸爸。我聊，跟你一样啊，你家里也是孝子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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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正老委会的，老委会，我们算老委会，部长选不上，选不上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你在漫画里头，人家也觉得是坏人呐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在看呐，这个球的姿势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不要教我们几个比较帅气，这样打上就漂亮的，就拍起来很漂亮的。啊，我吗？教他们或者他们，我想他们都 OK 的，都可以 OK。那比一个，来，那个怪兽就可以了。怪兽来，熊哥，来就来个，来一个做那个曲球吧，来曲球杆，马塞啊，马塞，好，马塞是四弦哥的绝招，马塞，讲话我都听不懂，什么叫马塞？找一个便宜一点的，这个太贵，曲球什么意思？因为有些专业的那个球杆一支都好几万，他有一次上通告我不晓得，我就拿来 Marseille 啊，这个 Marseille 会弄坏啊。像我们一般选手球杆，大概都好几万到十几万。对啊，好贵。有没有便宜一点？这边算是比较便宜一点啊，这边都是比较 OK 的 ，OK 的。因为我们熊哥剁得起啊。啊，这样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请告诉我 ，Marseille 是什么 ？Marseille 的意思就是，其实它是一个外来语啦。外来语。它是一个曲球，英文的 Marseille。熊哥，你一定要堆三颗，不能就一颗。熊哥，你就这样子啊？这样不是皆大欢喜吗？但这样比较近，会比较不好。真的哦，哇！上次世贤哥这样剁很，他上次这样。哇塞，帅啊！OK， 我赌你10块钱，真的吗？对，加五块，加午饭。哎呀，五块，十块，他会给，好，再给我150，150。谢谢。我刚找50，哇，哎，你看到没有？一赌他就来劲儿，所以是真材实料。真材实料，哎，来，你有什么绝招？他是麦当劳，麦当劳，强力推杆，强力推杆，麦当劳。哦，麦当劳是什么意思？麦当劳是那个母球打出来的那个走的路线，很像那个 M， 所以我们就称为麦当劳。很帅啊，打出来真的很帅。打出来很帅啊，超帅的。对，要打得出来。要打得出来啊。好，100块。50块。小燕姐，她这是打进这个一号球之后，母球绕过来再进这个球。好，那
500块。哇！哎呦！下赌一张五月天的演唱会的票。好。这个刚才稍微薄一点点，太薄了。第二个稍微薄。好。没打进，我们全队的工作人员都有。啊！木秋，你自己摆一下。打进了，我包场。包场。包场。我摸。我觉得要。我没对他要有信心。没有，就刚好。他打进了，郭建宏老板包场。他简单啊，对，他简单，对对，他蛮有钱。之间的感情，我说阿信包场，他就打下去。导演传授演戏秘诀，怪兽办不到。第一天去上课的时候，然后那一次我踏出球馆的时候，我真的心里也觉得说很害怕，也会怕说到时候没有表现好，那会被人家说五月天你不要来碰电影这一块吧。导演也说得好，他说你就在现场嘛，把其他人都当你的歌迷，看到陈松勇来怎么会把他当歌迷。天之间的感情，我说阿信包场，他就打下去。哎，他们对你们，对他来，对你去演戏，他们是什么样的心理？应该说蛮乐观其成的，对啊，因为连石头也之前也有演过电影，对，他最近也开始在石头那部电影我也看，那部爱情片《夏雨桥》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大家就会蛮祝福的，就是希望他可以，大家蛮体谅也蛮祝福的，这样说。对对对，但你拿到剧本去上，演员课的时候，演技课的时候，有曾经想不要吗？有，我第一天去上课的时候，然后是蛮紧凑的课程，戏剧课上完以后，然后就去找熊哥就是学。那我第一堂课学，然后就发现有很多地方，因为以前自己虽然有在打，但是都是乱打，对，所以从头纠正开始，觉得很困难，很困难。然后那一次我踏出球馆的时候，我真的心里也觉得说很害怕，对，然后那个整个压力非常的具现化的压在肩膀上的感觉，对，所以那时候真的很想要打电话。怪兽11名，从此五月天都被我拖累。真的会怕，会怕，会怕，对啊，然后也会怕说到时候没有表现好，那会被人家说五月天你不要来碰电影这一块吧什么的，这些想法会一直在脑子里转这样子。那真的很想要打电话给公司说，不然这一次就算了，对，时间还早，还没真的开始，对。但是后来想一想，我觉得还是人生很难得有这些机会可以去挑战自己，然后而且我觉得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学习还有开拓视野的机会这样子。导演也说得好，他说你就在现场嘛，把其他人都当你的歌迷。他说看到陈松勇来，怎么会把他当歌迷？今天有一个人要给你祝福，我们来看看他是谁。这部电影我跟他可是有深厚的感情哦，因为一开始这剧本筹划的时候，导演孔文彦就跟我聊了很多。然后呢，开始找演员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怪兽。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时候，有一次他帮我录音录吉他，
熬了整夜，眼睛带着红红的血丝，满头凌乱的头发，然后带着有点胡渣，然后看着我跟我说：“七哥，我用我的生命弹奏了我的吉他。”当时我觉得很感动，然后那个样子完全符合《逆转胜》里面的男主角的一个在颓废的时候的样子。当开始确定要拍摄《逆转胜》的时候，我花了不少的时间去陪怪兽大舅，然后过程当中我一直说要去探班，但是因为他们在中南部拍摄，我都没有时间去，所以在这边有点不好意思。但是很开心看到他即将推出跟大家见面了，希望所有的朋友一起来看。不管你在什么样的逆境，只要有信心，都有机会逆转胜。其实逆转胜这个名字很好，我觉得人生啊，你说一步登天或者是开始在演艺界拍一部戏就红了，那都不叫逆转胜，那个就是得来有一些些太快。嗯，那我觉得今天在这里面的王诗贤应该很了解逆转胜这件事情。你唱歌唱很久，歌很红，人家都不太知道你哦。对啊，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就想要，因为新人嘛，大型综艺节目你也上不了，公司又小又花不起钱。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大型综艺节目我都在看。我知道。那个时候说实话，我们上去也真的不晓得往哪站。然后坦白讲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要说，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更多人认识我？然后我们就有机会，我们就爬。然后什么角色我也演。然后什么动作我们也做，要找替身也不用，我们自己来，要省预算，然后要逼真，然后想要达到那种真正人家所谓的演员的那种标准，所以说什么都要自己来。曾经有一次就因为太累了，差点去撞公车，因为太累了，然后我就睡着了，然后就开到对面车道，然后公车他也不开了，他就停在那边等我，然后真的好像五百五波比啊，神明又保佑。然后我突然就惊醒了，然后看到公车的脚的时候，我就寒豆乳一转，然后我的那个后照镜就拍到那个公车，整个都碎掉，我就停在那种马路中间。他那个司机笑笑脸呢，天魔去边啊困啊，当然要惊啊。那个时候我就，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很想要去，很努力去证明一些事情，然后想要说，勤能补拙嘛。对不对？然后很努力的去做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演出一个戏叫《流氓教授》，对不对？啊，是。对，那出戏算是逆转胜，就大家没有被看好，然后后来越来越。因为那个时候社会的氛围很乱啊，大家都打电话投诉说，社会都在乱了，你还叫人家当流氓？然后就高层就说，哎，我们真的要不要改个名字啊？然后可是制作单位就觉得坚持要用，因为原著嘛。嗯。然后后来，因为那个时候有台的那个什么《飞龙在天》很红啊，无人能敌啊。那我们也是从零点多爬到最后就冠军，这就叫逆转胜，厉害！来，对不对？这个王世贤自己也是歌红人不红，但是自己想完当完兵回来说，我自己出一半钱出张专辑大红，对啊，这都是逆转胜呢，对吧？厉害，没有。有点还是有点运气啊，我觉得真的还有点运气。想不到你女儿都多大了啊？小四啊，小四，快。对啊，应该蛮喜欢五月天的歌，超喜欢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拍这部戏有很多的侧拍，我们来看看。老师，你还在逃啊？你认错人了，我没有。好蛋！然后再来就是我翻过来我就要走了嘛。哦，谢峰哥，你哥是要去派你去世了啦！然后都快，然后走。你说哦，不要乱讲哦。我没有乱说，不用再骑上去了。啊，习惯动作。这个就是，因为饰演 Olen 的，他假扮成警察嘛，对啊，要来把我带回台北这样子。
但是因为他就想说，因为他是扮成警察，所以他用手铐把我铐了。然后那个手铐其实是真的手铐，然后铐也是要很利落这样弄下去。所以从练习啊到彩排，然后到刚刚这样子好几次，所以现在手已经红起来了，够淡薄溜回。不过真的手铐真的还蛮痛的，现在磨刀也是扎波浪啊，磨的紧啊，就紧。其实这里头有很多打斗的戏啊，你知道吗？弹吉他的手，嗯，好，这个其实会担心啊，但是也会蛮注意在保护的，对，所以其实手有一点怎么样，我其实不太敢跟歌迷讲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对，其实我觉得拍电影，其实我觉得跟演唱会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你们当然你知道了，你可能不知道哈。演唱会，你有在台上表演过舞蹈？舞蹈对，其实真的，其实演唱会跟拍戏要等，啊，要 NG 重来，演唱会不能 NG 重来，对，对不对？可是拍戏那个 NG 重来，那也是一个很揪心的一件事情。你认为你自己演得很好，结果因为一根头发要重来。真的，我们就有发生这样的。你有这个经验吗？对对对，那真的印象蛮深刻的，因为是我跟佩嘉要吵架，嗯，对，然后那一场戏，因为我很少跟人家吵架的，所以真的有一点不知道怎么样开始进入状况这样。但是一开始的时候，佩嘉她整个完全入戏，骂你骂到这样眼眶含着泪这样。这么厉害，很感人，很感人，很感人。对，那一卡结束以后，就卡，然后大家全部人鼓掌，对，然后就觉得啊太棒了这样，然后导演就回放看 check， 然后就再来一次，为什么？那一根头发这样，挂在脸上。我头发常会乱呢。导演也很严格，摄影师也很严格，对对对。拍广告的导演，他曾经是拍广告的导演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对每一个都是要求，非常非常。听说他自己也很要求自己。哦，对。每天到现场都穿不一样的衣服。对对对对。我也知道一些导演的小八卦。温尚义闭眼打撞球，精准度大要进。盲打是什么？盲打的意思就是说，瞄准好之后，眼睛闭着，然后把球打进去。就看你的眼睛，不能眯眯眼啊，不能眯眯眼啊，右手放松 ，OK。真的，真厉害耶！而且比你睁开眼睛打得准。听说有人注意到他三天到片场都穿不同的鞋子。啊，非常真的。我没有注意到，不是就三天在台中，这三天都穿不一样的鞋。对，结果我注意到，怎么他来台中要带三双鞋？对啊，因为我们是去台中拍，都住在那里，表示他不是回家再换的，他是带了三双鞋子去台中拍戏。哦，真的？拍三天带三双鞋？对对对。哇，你跟我有拼哎！在你没发现到？我陆羽都带很多鞋，人家都说我是不是无功，所以他都把衣服配好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，我知道他蛮有型的，对，他是真的很有型，比艺人还艺人呢，比艺人还艺人。我觉得他球技很好。谁？导演？导演？哎，对对对，在我们的标准来讲，这个是导演吗？对，这就是导演，业余好手。哇，他很有型，很有型哎，对吧？对，哇，他为什么不来？可以多穿一双鞋，而且他自己也球技很好。对啊，对，哎，我们再来。表演一个嘛，闭眼打球，谁会闭眼打球？盲打。盲打。盲打。那是属于也是训练的一种。其实当时他们开始练的时候，那个都训练盲打。对，都有一个特殊的道具。是什么？我们加重的这种球杆，蛮特别的。好久没用那个了，好久没有看到他了。
这里有点像那个，好怀念哦。对，加重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就是要让你稳住，是不是？稳定度。嗯。这个是女生版的，它比较轻。这还比较轻。对，这是佩嘉那时候的重量使用的。还有男生版的，男生版是我们另外一位教练，那个庄耀林，他的学生带到国外去训练用的。对，这女生版的比较轻，也很重哎。对，然后呢，要闭着眼睛打。先像有些我们会请他们练习这个，我们叫搓瓶口。搓瓶口。对，就这样搓瓶口。对，像小燕姐，我简单示范一下，还是您来。好，我来。你教我。就是你要先架杆，你先架杆架好，你手先架杆架好。我都不知道手要放哪。你这样放，然后一个 V 字，对，然后这四指尽量打开，那你就把球杆放在这个 V 字中间，对，那你就这样自然的送，自然的很重哎，对，那你这样送，我有50斤、60斤、70斤，那你这个不要刻意用力，你只要靠上来就好了，你放轻松靠上来，对，然后你在这个 V 字上面放球杆，然后在这个口上进出，然后不要碰到它。对，哇，难呢。对。很重哎。对对对，刚开始真的蛮重，对佩嘉来讲是真的蛮重的。重的。你们很厉害啊！盲打是什么呢？盲打的意思是就是闭着眼睛把目标球打进去。那我啊。球王啊！球王。哎呦，盲打！但是我在电影里面真的有成功，对不对？真的有成功，对，他还有真的有盲打成功。盲打的意思就是说，这是要考验，测试也是考验你的基本动作好不好？练过，就是瞄准好之后，眼睛闭着，然后把球打进去。我就看你的眼睛，不能眯眯眼哦，不能眯眯眼哦。右手放松 ，OK。真的，哇，耶、yeah ，真厉害耶！而且比你睁开眼睛打得准。哇，这什么叫组合技术球？组合技术球有很多种，那我们就表演一种啊。那怪兽他们都有办法打的，大家都有办法打。他们有练过，所以摆的话是 OK 的。其实拍这个戏，你那个时候刚结婚吧？对。小孩生了没？还没。所以还蛮紧张吧？对。就是想赶回去啊。很想回家的。刚娶老婆，老婆又在怀孕。哎，我听说。怪秀，你很会烧菜哎！哦，对啊，我对于做菜、看食谱，还有看一些美食节目很有兴趣。想不到吧？他有做菜给你们吃吗？哦，还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交情到那个程度，没有机会。他说过年朋友都会到他家，从初夕吃到初四啊。对对对对，但是就在拍戏的时候，那一年的过年就比较对不起大家，因为我都去球馆。对对对，他超认真的，他去日本演唱会，他也去找那个日本当地饭店旁边的球馆练习。他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继续烧点菜，可以请我们大家吃。好，来，这是谁要表演？这个都可以，怪兽还是来怪兽表演。哎，我打那么多颗，世贤哥，这你会啊？你会啊？世贤哥，这上次你打过啊？你打过啊？对啊，世贤哥来了。还是你要打跳球？哦，不要。左右半球，右塞用力，母球三颗星中它。这算技术球对不对？左边对啊，三颗星。所以你们练的时候，不是说大家打的好玩，是要练技术球。其实我刚才好尴尬，因为我没有在练球。你没有在练球吗？因为我里面没有打撞球。对，他里面。你说只要躺在就好。但是你会打，我刚看你的样子就是会打的。当年也花了不少钱吧？不要太低杆了，要推到。
有。哎呀，可惜。就是本来应该两个球进，再把这个推进去。对。OK 了 ，OK 了，来掌声鼓励一下。OK 了，来，谁会打跳球？怪兽。眼球王跳佩佳可以啊，佩佳可以跳球，有跳杆啊，跳杆有，我们要什么杆都有，有没有跳杆？哦，跳杆这是冲球杆嘛，对不对？开始用这个，哎呦，变成跳杆这样用，对，那冲跳杆的个子娇小的黄佩佳挑战跳球会成功吗？学舞蹈的人，没什么事情难得等到他们，是因为练习舞蹈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。那我们在店里面有一场就是佩佳跳球，然后没事，哎，我就是，对，有一点，最后的时候拉起来，然后就。哦，这个姿势很漂亮，不要再送了，往后拉啊，对，就这样子，要试试看吗？来，好久没有跳，超久了，杀青。而且我发现啊，常常我们看到那种体育台在播打撞球的女生，身材都很好，穿的都很这样，是不是？那是外国的吧？哇，太远了吧？这个会不会太难呢？哇，这么远呢？哇，跳这么远，国际水准哦。对啊，他可以的，他可以。后杆弹起来，快很准哦。漂亮，好球！我自己也吓到了，太厉害了！真正的球员。我这的人女球王，对不对？对，下次穿性感，性感一点，性感一点。对不对，在戏里头那个比赛的时候，他们都穿得很性感的。他最后在大比赛的决赛的时候，他穿得非常漂亮哦，有穿比较隆重一点，有穿这样，我觉得有没有垫了很多东西吧？这个地方就方便露。就露腿就对啊，我侄女嘛，对啊，这种事就不要勉强。不是，我是说就不适宜，对，高中生，对，高中，高中生。其实在这个戏里面，我知道其实导演对这部戏大家都很看好，尤其是对你这部戏啊，大家对他，我想，大家觉得在。今年年底的这个电影界会出来一个新人，有一天我们讲今年一定会出来新人，而且是一个大叔，大叔，他就是他，我真的很没有努力，对啊，就是真的接触了，然后自己真的投入了以后，发现有很多很多要学习的，对啊，越看越学习，然后越觉得自己还很不够这样，所以我会继续努力。其实我觉得刚刚任贤齐讲很对，他真的是看到你邋遢的样子，觉得很像你戏里那个自我放弃的那个，他是一个自我放弃的球王，对不对？对，就什么做麻油鸡啊、养鸡啊，逃避现实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就去讨债啊，这里头其实我觉得那戏很热闹，也很有趣，好，对啊，所以几号演呢？11月7号上映。10月7号就上演了，是，恭喜你们！我希望这部戏是在年底当中国片当中可以跑出一匹黑马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